点啊？个月饼风波，来来，别把脸先。美城的，香港的，高端的月饼。假的，这个送礼真的是非常。根治未住小杨哥卖2.2亿山寨月饼，被问风波顶酸哦。他是米其林大师调出来的，这就是黑松露。高端型月饼里面都放黑松露的，一定是高端的。里面都放黑松露的，一定是高端的。一定是高端。美城是很大的牌子，香港美城在店里面卖，这都卖200多块，238。我们今天是238，对不对？我们三盒，是不是很便宜了？给兄弟们做169，169，上车。拥有上亿粉丝的中国抖音叫卖王疯狂小杨哥，传出与旗下多位正妹直播主婚外情，目前消失中。但闹出的争议又一桩，在还没消失前，找曾志伟到直播间卖的号称来自香港的美城月饼，被提爆根本就是广州来的，香港线上线下完全没有这个牌子。来自香港的曾志伟照样跟着卖，30天销量高达5000万人民币，约台币2.2亿。消费者怒批遭欺骗，之后产品也被下架，监管局更介入调查。好帅哇！8月10，小杨哥的公司三只羊疯狂进军香港，曾志伟就担任香港分公司老板。开幕时找了一大批港星站台，如今大翻车。昨曾志伟出席香港小姐总决赛，被问月饼事件，你骂过月饼风暴，来来，别把脸先。